为了这个农民兄弟每年发年终奖的仪式感呢，我们银行每年都准备了大量的现金。今年就准备了700多万，然后因为这个700多万呢，昨天晚上我们支行就派了安排了4个人，专门花了4个小时时间清点这700多万。然后今天早上安排了专门安排了一辆押运车，为这个农民兄弟发这个年终奖。那为什么今天我们涨价提高奖金提高的呢？今年也是我们改变的土壤，也买了200多万的有机肥，20多年。 那土壤哎，一直没有改变，后来我们今年可以采购了200多万的有机肥，哎，今年为什么产量、收成大幅的提高，也抵抗了旱灾，我们还是要相信科技的力量来做农业。